如今的网络上呢，总是充斥着很多奇思妙想的创意视频，把经典的影视剧配上搞笑的台词，一秒钟就能够让你捧腹大笑。而这些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视频究竟是怎样出炉的呢？来看一下我们梦工厂为您发来的独家报道。你还不承认自己土，认识浮夸吗？我功夫是功夫，是广场舞，连这都认不出来，亏你跟我抢了这么多年广场舞地盘，武林秘籍都不认识，活该成为我的手下败将。混特效了不起呀、啊！有本事重新撕一遍，肯定是我赢。好啊，那就再撕一遍了。这是什么？我姓名牌呀、啊！是我奶奶。广场舞撕名牌，一箩筐的热门词汇，再配上这喜感爆棚的语速语调，不知道的恐怕还以为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重拍了吧？其实这些都是活跃于网上的创意配音团队的杰作。这群80、90后的年轻人最擅长的就是把模仿经典影视剧的台词口吻配合上眼下的流行语，这混搭的效果更是乐歪了一大批小伙伴。哎呀，我今天刚买了一双滑板鞋，感觉自己简直是时尚时尚最时尚，忽然看到地板上刚打了蜡，哎，所以就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滚下楼梯了。咱们观众看看也不过哈哈一笑就罢了，幕后团队要炮制出一个又一个视频也是蛮拼的哦，除了要一起头脑风暴切磋磨合。喂，这里是小丸子，你找谁呀？小丸子，我是小玉呀。我知道你教了你爸爸妈妈，所以有盆冷水要泼给你哦。没什么，有什么稀罕事情啊？难道是要公布你的考试成绩飞流直下，你家人造吗？我居然全给忘了，虽然我心潮时尚，但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其实他肯定他本来的那个声线就跟要模仿的声线是比较接近的，然后他再从语气上啊或者咬字上去揣摩一下，慢慢的练习一下，他可能就会越来越接近这个原声。光说不练假把式，想知道配音的正确方式，咱们不如立马眼见为实。咋这么仙？比小龙女还仙。小龙女都变成小笼包了还仙个啥？哎，我说的是小鲜肉的鲜。这是浙大校花，当然鲜。我也想报浙大。你高考考了多少分？670。这分数还真是够了。嗨，那是五次的总分。这么差还想报浙大，我也是醉了。瞧见了吧，能在王宝强与陈建斌的声音之间切换得这么游刃有余，真是不服不行。不过你要是以为人家只会神模仿，那也太低估他们了。看看这段恶搞版的《神雕侠侣》，小龙女的配音是不是听着很耳熟？别怀疑，这就是当初李若彤版小龙女的原配于小华情情现身的杰作。姑姑，过儿今天想了你足足200遍。只有200遍呢，不够，我要你每天想我300遍。我上午下午晚上都想200遍，每天就要想你想600遍，这意味着什么？姑姑，足足1000遍啊。这种台词我们来演还挺萌的，大家觉得玩在一起还蛮开心的，因为本身这种并不是带什么恶意的台词嘛，然后他们去配反而是一种对当年经典的一个怀念。而在他们的顾问名单中也不乏很多经典影视作品的幕后推手，比如创作过《古惑仔》系列的知名编剧邱婷。每一次我看他们的东西我都会就非常乐，就哈哈大笑这样很开心。在乐的笑的同时，其实里边还有很多一些营养，一些养分吧，就有意思的一些点子。所以千万别把这些作品当成简单的恶搞和模仿，这里头凝聚的创意也是杠杠的。我沉睡了10000年，却又被逐出了自己的故乡。现在你们竟敢踏入我的领地，真的是自寻死路哟。娱乐牧场独家采访报道。